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怎么在搓别人？这边是往嘉义。对嘛？我就想说，那大哥骗我们。首次挑战搭便车九途车，佑胜带着老婆慈惠，在徒步绕境妈祖后，决定尝试搭便车。身为背包客的前辈，佑胜也用经验默默在一旁支持。这种游戏就是不能是因为是我们，所以要载我们，而是不是遮住脸，我会躲在角落，看你在路边拦车，然后我就不出现。等你拦到车，你再跟他讲两位，然后再叫我挥挥手这样。因为是妈祖绕境期间嘛，可能蛮多人都，而且是有一种奉献的心。如果你在平常的时候呢，我猜大家不太敢停下来。平常最好是你开车看到路边有人这样子，你会停下来。那我们要来赌一下多久可以到二十，然后多久招不到车就先放弃。对，因为就是妈祖绕境期间，我觉得至少十分钟内一定会有。这么快哦？如果是一般时候，可能半小时。而且是个女孩子，如果是女孩子拦，真的很快。台湾也太有人情味了吧？台湾很有。如果是我这样拦，我跟你讲，一整天也不会有。真的，你身为一个司机，你好放一个陌生壮汉到你的车上来吗？陌生人哦，这是个安全问题。女生敢去做这件事，不也自己应该觉得害怕吗？所以啊，你愿意做这事的话，司机通常不会觉得怎么样，你自己都敢了。女生还是要保护自己。是的，可是身为背包客，有时候就是需要大家协助。而且背包客他本来就是有一种开放、互相的心。这边，这边，他在传授那个秘籍给我。啊，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帮拍照。好，我躲起来了，你加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样看得到字吗？所以我才说要写大一点啊。拜拜，比赞哦。对对对，蛮不容易的哦，蛮累的。本来就是啊，还没有五分钟，好不好？我录到刚才现在八分钟，哎，对啊，想太多，果然只是存在于幻想中，这种苦还是不能吃的。现在他想要借妈祖之名了，因为过了十分钟没有消没有息，对，大概在这边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那我又要躲起来。为什么陪他干这种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怎么在搓别人？这边是往嘉义。对嘛？我就想说，那大哥骗我们。先过对面，我们先过去那里，然后再过到对面去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们根本就站错方向了。我的短裤是阻碍的。短裤为什么是阻碍？短裤不是应该很容易拿？啊，你站错方向，怎么可能会拦得到？大家不知道去那个方向。打战十分钟，是我将军失职，我没有帮他check特点，我想要让他自己尝试。还蛮累的，我的手。那你就是要策略性的，什么时候举起来，或什么时候不举起来？就是他刚刚很多台计程车什么的。他是想要做生意，还是想要救你？做生意。对啊，人家也是要养家活口。来，我搭便车，他说这样没有。有情有点无奈哦。越难得到的，得到了才会非常开心。就是一直不给你厕所，到最后突然给你厕所说多好，一直不给你喝水，到后来突然有水喝的说多好。有时候快乐是用痛苦累积来的，现在正在累积痛苦。好吧，现在就是我在碎碎念的时间，没有错。两个人，真的吗？刚讲完就可以了，谢谢。现在是感动喽，对，我很感动，站了这么久，第一次搭得到便车，拜拜。重点是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我们是谁，对啊，这才是真爱。在烈日之下挑战不一样的生活体验，佑胜去哪了之后还会有哪些冒险让人期待？万全娱乐林汝山报道。